来，这个你看，不要跟我讲看不懂，这个你的跑跑的啦，跑多久了？跑跑的对不对？他真是讲不出来耶。啊，本婚期原景于10月23日23:34起，在仁武区某复合式 KTV 执行扩大临检，在一间包厢内盘查时，发现里面有7名越南籍男女在唱歌。经查前6人均为合法劳工，查到最后1名为阮姓女子，供称证件未带，并出示手机内之拘留照片。原警觉得该女子相貌与照片实在不像，在询问其生日竟然无法回答，最后以电脑查出该阮姓女子之真实身份为失联移工，全案依侦讯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专勤队办理。